是会越唱越渴啊，哦，嗯，所以我唱的比较急一点，所以我想要这首最后这首歌咧，哦，也比较觉得轻快一点，轻快一点点，哦，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那星空丸哦，就这样打在我身上，有个十八代，哎，顽童的十八代啊。有一些朋友可能有听过，那我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我很喜欢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啊，他们在 meeting 这样哦，我可能这首 Spotlight。可几个只是他本身天太好像让人融化心中梦那一刹根本藏不住我藏不住担心被别人注意去 overside on the spotlight 等他上的别好久像个明星在大家喽，好，梅大叔啊，下下下礼拜，哎，下下下礼拜啊，淡水啊有演出，但是不是我唱了，哦，弹琴就好了。好，谢谢，我是梅大叔布达尔，谢谢大家。下课喽，再
再次谢谢不倒儿今天带来的演出。那我们现在先中场休息五分钟左右的时间。那如果大家有喜欢不倒儿的表演呢，在舞台的前方有一个赞美箱，欢迎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赞美。那不管是金钱、小卡片或是小礼物，都非常欢迎大家来表达你的赞美。那我们下半场的演出是陈瑞莎粉丝后援会，我们先稍作休息，等一下再回来欣赏精彩的演出。那如果大家手上有喝完的咖啡空瓶呢，请把我们随手放到吧台的侧边，若是有吃完外食剩下垃圾，也请记得帮我们丢到厕所前面的分类垃圾桶。那请大家起来走动的时候务必要将口罩戴上，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谢谢大家。